新港乡汉营村一片冷宫庆的休耕地，种满了油菜花等盛开。早时暖冬阳光映照出一大片黄透天的盛景，路边配着一丛树，堪称汉营村油菜花的博朗大道，非常的水。田内稻啊收成了后的稻茎，更新稻草梗伫田中拍，吸引着小朋友来赏。伫暖冬时期来到新港，一窥乡村美景。新港乡汉营村一片两公顷的休耕地，种满了油菜花。当盛开的时阵，早时的暖冬阳光映照出一大片黄透天的盛景。油菜花因为是休耕，农民种下油菜会当熬日头做明年的菜肥。这一大片的油菜花盛开的黄，深深吸引着人的目光。尤其是伫阳光照射之下，更显黄金盛开伫满地。哦，啊，伊的特色就是讲，因为无水啊，所以。稻啊，未刮进前呢，哦，都爱压落去。哦，啊，你所以压落去的时阵，种只哦，就等开开的时阵，哦，整个整片拢真水。路边搭配着一丛树啊，会当讲是海盈村油菜花博朗大道，非常的水。这个漂亮的博朗大道，海盈村，来这边看看。这片看过，拢种油菜籽，真水。啊，你若有心要来买的人，来用菜，来用来看欣赏。油菜花会当食，村长讲，厝内家己要食用的，会当搬登去食。啊，是安尼。哎，对对对对。啊，自由菜。稻田内一杠一杠，稻菜杠伫田中拍，吸引着小朋友来耍。海盈村两公顷油菜花黄透天，目前盛开，假日会当来游赏翕相。伫暖冬时期来一撮新港，一窥乡村美景。新港新闻蔡明东新港乡采访报道。你好，早上好。你好。嘉义一定要。嘉义的整个发展里面，我们都很清楚，产业太过单一，所以嘉义可以选择的就业的机会啊，相对少。让整个世界再继续往前走，台湾应该在未来的产业里面。有很多的布局跟想法，未来的世界经济还有很多的未来产业，我们希望嘉义可以被整个中央考虑，是不是有机会在这边成立，然后变成科学园区，嘉义变成是一个发展的重点。世界看到台湾，而且加码投资外商要来，借这个机会，我想科技部，我会经济部，我就把握这个机会，嘉义刚好这些土哦，也有这个环节，也有这个土地。那我们中央大力投资，让它起来。你好，早上好。你好，嘉义一定要。以嘉义的这样的空间，包括啊湖源这么广，而且空间在做无人机相关的这个试飞，包括测试，一般都有比都市有更大的优势。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啊云雄航太园区，有可能发展无人机。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就变成是一个创新研发中心。我们已经跟十家业者跟中科院签了 MOU， 他们都同意进驻了。所以我们希望院长啊能够慎重考虑我们国家级的无人机研发测试验证中心，那未来是否有机会设在嘉义？台积大的校区，那这个也是属于中央。那我这个请秘书长跟国安部、中科院还有国发会科技部这一块。专案来帮忙嘉义，让这个进度能够快一点。